就是收到一些电话，电话欸，不方便讲，就叫人家帮我解决了，那解决了过后才确定解决了，我们才来办今天的演唱会。那你为什么没有报警？有些东西报警了就更糟嘛，就我们用自己的方法解决会快一点。板面大一点，走 ，PK。对，好好好，对对，我好喜欢你这个。真的不太方便讲，因为解决了，就当天才取消，对，当天取消，就是收到一些电话，电话欸，不方便讲，就叫人家帮我解决了，解决了过后才确定解决了，我们才来办今天的演唱会。一些合作伙伴就是受到一些威胁了，是合作伙伴受到威胁，对对对，然后我们也解决了。你为什么没有报警？报警要报哪里报警？警察。说你被恐怖威胁。对啊。有些东西报警了就更糟嘛，就我们用自己的方法解决会快一点。那后来是怎么解决？就是桥嘛，就桥，就台湾人说桥。有请谁吗？没有，他们就自己谈了，然后知道了我要干嘛，然后知道我继续要办演唱会，就是。亏15场被取消，这才是大事吧。对对对对对，那就是15场。对啊，这个15场被取消才是大事吧。九位数。我觉得，就你们去算了。你们自己去猜。就真的不少。真的不少，真的很夸张。